写文章、作诗。到国外是很好的使者，在国内能为楚王提供很好的意见。最重要的，他有满腔的爱国热忱，时时刻刻为国操心。可惜楚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再加上有奸臣在大王身旁搬弄是非，于是徐人就被楚王放逐到外地，不得回家乡。流浪在外的屈原仍旧时时刻刻的关心国家大事，终于在某年的5月5日那天，屈原终于因为忧愤自己不能报效国家而伤心绝望地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底了。忧国忧民的屈原就随着那颗沉重的大石头永远沉没在江底了。附近居民听说屈原投江，赶忙划船来营救，可惜太迟了。他们只有敲锣打鼓吓走鱼群，又用竹筒装米放入江中喂饱鱼虾，这样鱼虾就不会去吃屈原的身体了。人们都非常敬重屈原爱国的精神，以后每年到了5月5日。都要去河边纪念他。当年划船敲锣打鼓的紧张情形，逐渐演变成今天端午节的划龙舟比赛，竹筒装米也变成竹叶包粽子的习俗了。这就是现在端午节赛龙舟和包粽子的缘由。接下来是小朋友的吟诗表演。前面 Iris 站到这里来。 请问你们练了多久？啊，他们练了两次，不简单哦。在站台上会不会怕？
还是会有一点点，因为这到底上台表演跟在练习是不一样，这很正常，你们不要心怕，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好，下次再为我们表演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不可以？可以。OK。OK， 有人答应了。小周一正，你应该同意吧 ？Yes。Say yes。Say yes。OK 了，谢谢，同意一个人了。好，谢谢各位，我们再次掌这里的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表演，谢谢谢谢。从这边走。我们从好，从我们刚可爱的13位的小朋友表演。